火车国王 DT668 一现身，立刻吸引大批的铁道迷拍照。而更让他们兴奋的是，月台上在等着上车的是白沙屯妈祖。白沙屯妈祖要搭火车了，不止铁道迷兴奋抢拍，在即将上车的前一刻，妈祖的銮轿也突然剧烈震动。这是为了庆祝台铁海线通车满百年，台铁不但让有着蒸汽火车国王之称的 DT668 从彰化北上，更邀请了白沙屯妈祖来祈福。但为了能够让粉红超跑能进得了车厢，台铁依庙方需求有特殊安排。门是双开的，神轿才可以进去。那我们有板凳啊，反正我们有副驾的啊，就放在板凳上面这样子。对对，人在旁边稍微，因为车子难免会震晃嘛。龚天公说，白沙屯妈祖上车以后不会离开銮轿，护轿人员会一路陪同，从通宵搭到白沙屯站下车，再徒步回銮。为了保佑活动顺利进行，搭车前也在通宵市区内举办了祈福典礼。由于是白沙屯妈祖首度搭上蒸汽火车，让活动增加不少亮点。First新闻五联红联会吴兆清、谢忠义、彰化苗栗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奶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